所以，江超越，我刚会记得昨暗恁阿伯约我食饭啉酒，以后到三更发觉阮爸对伊得意，后来我就唔知影了呢。 咱敢，不啦，我，不是啊，你讲你昨应酬是跟我阿伯做应酬啊？我刚开讲要应酬啊。有啊，你传简讯给我，佫叫我来接你。我无啊。 你家己看，还是讲你啉酒醉啊，无意中传给我的？就算我有传这讯息给你，不过现在你无送我回去啊。 等到咱两个，超越，你莫误会哦，我唔是要怪你啊，我只是想要摸清楚状况啦。我无对安怎，你嘛袂对安怎。 是阮家的人做的，阮阿伯要你去应酬，所以讲是阮阿伯用你的手机啊传简讯给我，就是咧，让你拄着这款代志。我应该卖给发失的，因为这个代志，阮妈可能有参与，因为恁阿伯无可能对你做出这种代志啊。 一定有一个查某给斗相共，我嘛够想尽了解，只要有机会当会翻身，伊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。这就我想袂通呢，刚阿伯是做大事业的人，你嘛讲过啊，伊证明你无咧插手你的代志，现在伊高骂联手，用这种手段，一定要甲咱两个杀作对。 明明知影安尼做，颠倒是犯后果。律师想要抱孙的父母，做出这种无理智的行为，伊甚至毋是你的亲阿爸。我个小小年岁哦，就想到这，是你，都想讲对不起你。 昨暗，阮阿伯甲感觉的传家宝交我的时阵，啊，伊竟然讲伊是阿公，我嘛惊一下。敢是阿伯讲伤紧，讲唔着去啊？迄时阵我嘛是安尼想的，啊，不过我即摆想着，伊迄时阵的表情，我感觉伊是无说哩，讲漏口去的呢。 嘿，你想啥？就是五年前我离家出走的代志。哦，我会记得你有讲过，你讲迄时阵你阿嬷希望公公叫紧逃走。我原来会记得我伫迄间密室内底，迄间密室哦，根本就恐怖的，其他的我就记无清楚啊。而且你毋是讲恁爸因为阮阿公的关系？
一直认为阮阿爸真有可能嘛会晓读书。所以你意思是五年前你拄到的，嘛是种读书？我嘛不是真确定。虽然讲阮阿爸有甲我解释五年前的代志，啊，不过我感觉就是中有啥物奇怪的所在，啊，伊就是解释了，毋是足清楚的。我袂当阁安尼忍气吞声，我还是紧搬出去住安尼较好。超越，你袂当搬出去，你应该继续留落来。留落来？投票无落解决问题，卡苏你只做会到，啥拢袂管着，做你走。五年后，你想怎会回来？因为你阁有一个真爱的阿妈。把你放袂落心，敢毋是？既然闪袂过啊，就勇敢去面对。欺骗敌人上好的办法，就是敌人掠准讲伊个计划成功啊。安尼，咱才有法度知影所来因到底要创啥。所以，咱就将计就计，演伊想要看的戏给因看，然后观察伊的反应。安尼就会当知影伊的目的是啥，一点就通。安尼咱就一个动机，一个倒头，演互看。早暗，恁两个做伙伫个饭店。哦，大家当放心啦，生命智慧找到出口，因两个人智慧找到房间入口啦。哇！怎么那么突然？阿玲，你真正开始搞我？代志应该无需要特别甲大家交代。对啦，阿伯，昨暗我甲做伙食饭饮酒，咱会一醒起来就去饭店房间啊。嗯，你啉酒醉啊？我甲你讲啊，讲开一个房间让你好困啊，因为我唔知恁家住地啊，你甲应付啊。你讲休困一个，酒一个提啊，佮讲爱我先转去，唔免特别照顾你。是安尼哦，阿伯，你讲的我一点仔印象拢无。诶，是讲超越啊？啊，你哪会向阳去找文瑶？是谁甲你讲文瑶伫咧饭店啊？哦，是我传讯息超越，请伊来照顾我啦。是讲小雨啊，你倒爱赶紧哦，超越一个交代啊，阮大家嘛替你感觉欢喜。是安怎爱互江超越一个交代啊？阿着小雨哦，决定要甲超越做阵啊！我即个做妈妈，看到家己的后生哦，要走入另外一个阶段，心情当然也是真欢喜。小雨，即摆是安怎？你的个性我上解了解，卢安杰你也放袂落，你无可能啊！好啊，陈忠信啊，你无代无志，摕起个死人要创啥？爸，我的代志你卖管好不好？阿哥，请你卖安尼讲安杰，我拜托你，以后来我面头前，卖讲了安杰的代志。人啊，不是我害死的啊！你对我起心动念是要创啥？即摆到底什么情形啊？我之前甲江中林讲，我过来要甲伊讲代志。结果一来看到你伫个遮，佮讲你要对江超越负责，到底甚物状况？爸，我甲超越做伙啊，佮毋免负责答案啊？无可能啦！你无可能啊！向往遮尔大个转变，佮江超越进展到即款个地步啦，除非是有人设计你啊！总裁啊，我看应该是你啊，找到机会啊！你直接就甲小雨仙人跳，你甲伊当作是要甲尴尬变作亲家的工具啦。恁大家看啦，陈忠信伊的个性哦，就是这尼啊老顽童啊！明明是一段真好的姻缘哦，竟然互伊讲到这尼啊歹听。陈忠信，
你对阮感觉有意见，我对你也是同款有意见。你唔通了准讲，我想要阮阿外甲恁文瑶做伙，我嘛袂答应。莫讲我并无阻止，因为我知影讲阮阿外啦对文瑶有爱意，我只有是点点来祝福伊。这是咱做四大人的分寸。啊，你呢？你这做人老爸的人，一点仔分寸都拢无。啊，我是感觉讲替文瑶足可惜。伊是安怎有你一个这样不省事的老爸？迄时也不行。我看恁媳妇这甲母甲母倒的饭菜下，恁这真正是头壳有问题啦。我跟你讲啦，回头我就是不分寸，阮小雨啊，甲江超越往来啊。怎？我刚刚来食饭，我刚啉一点酒尔。我若真正啉烧酒醉哦，加加较搞话啊，还是情绪失控者，那有可能连我传讯息都超越我拢袂记。你都拢知影，你是去用设计啊？你拄则是安怎讲你要负责啦？你是咧补啥物啊？因为设计阮的人一定有后所以我超越就决定将计就计，叫因艺术家做伙，看因到底有啥目的。嗯。但这个根本就无需要伊啊，绝对是饭菜下，伊咧变鬼啊！伊想要啊，甲你啊，甲尴尬煞做伙，然后伊就要接啊尴尬的资源啊，继续胡白乱舞啦。我想无这么单纯，就算我超越真正结婚，我无可能接妈妈。而且安尼，我们更加有资格，会当阻止伊甲手伸入去尴尬水啊。无唔对啦，所以讲彭彩虹诶，要甲你塞入去尴尬哦，这如意算盘嘛无法度得个遮尔啊顺时啊。爸，其实我出去做伙上主要目的，毋是要找出啥物对安怎，我是感觉伊诶目标是超越，有人最怕超越主义。爸，毋管安怎，即摆超越就是会惊啦，既然呢。阮着顺应伊，加做伙，加做阮中介啊。管安尼做，到底算无得着好？你管台江中人啊，伊啥物目的？伊大家加成加贵是要创啥？甲你拢无关系，你敢毋需要甲你跳落？就算伊要甲江超越安怎，嘛无你的代志，你无需要插手。爸，超越是我好朋友呢，我哪可能袂管伊啦？而且妈即摆来尴尬呢，我敢袂当当作无我代志啊？好嘞。你讲啊，你要替江超越找出原因，所以要配合伊将计就计。我跟你讲哦，唔通弄假成真呢，你最后真正去做尴尬的竞赛哦。我知影我家己在创啥啦。你敢真正知影？在我看起来，我感觉你即摆只是啊，假做真冷静呢，头壳真清楚，啊，毋过事实啊，你已经对江超越……哎呦，爸！这是我家己代志啦。小雨竟然这么心要帮助江超越，看起来真正对伊下感情啊。好天来破大